啊，现在没有了啦，哥哥走了一大半了。一三之后开往七堵的九百行程了，我是港湾六合党一三零三月二十号，送来八点十七分，所拍摄的是，是开了。进入打出来就还好，还好啦，哥哥。啊，真的哎。那我也很紧张哎。我明天就是要搭对面的车哎，因为我很难过，哥哥你知道吗？三条一太难买了。那你要我弄什么？啊，没有，因为十几号的时候我还没有钱呢、啊。我也没有钱买，然后就后来18号买，18号买一定来不及了。先买一张半票，有钱的时候再去买一张票。不行，哎，可以这样哦。那我差了，再换一次哦。哦，对哦。啊，但是我连半票钱都没有，没关系呀，随缘。一三也不错啊，到那边中午哎，刚好我吃午餐，各位哥哥。要打架啦，完蛋了啊！我不要啊，等下跑回来打四一五四，累死我，我怕四一五四。啊，还好啦。喂，亲来呀。8:19，3月20号，6003次哦。我的明日号。双明日号电头，明日系警察公安专车专列，南港发车机用三线港彰化的6003次，在松山站通过了，以及13次启发车机用三线港平龙 PP 站8:19，我的二次准备通过，二一次哦，台北发车。啊，好险！啊，1C9啊，你那个后面号码我大家在看。好了，2A次台北发车就环岛铁路网开往台北。的迪士尼梦想才会又往环岛金光专列准备通了。8:20，3月20号。1230单电脑。要接迪士尼梦想的台北又往环岛金光专列哦，2A次开往台北的环岛金光专列，在双站通过修改的节目，拜拜。啊，赶快再见，拜拜。